What's up, guys？ 你们好吗？欢迎来到加拿大留学日常，我是艾蒂，我是龙哥。那我们今天非常意义重大啊！我们今天要来参加龙哥的线上毕业典礼啦！恭喜啊！终于毕业了，但是因为今年的这个状况，我们学校会有一个 online 的毕业典礼，跟大家一起来开箱我的线上毕业典礼。因为这次的疫情，像很多课都变网课，那像去年我毕业典礼的时候就是实体的，那今年好像是第一次就举办线上的，所以想要给大家看一下，就是线上毕业典礼是长什么样子。然后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的毕业典礼，其实在我上一个学期我就已经申请毕业，然后呢，一直到上学结束，然后到现在这个时间，中间其实都没有任何东西，就没有学校没有寄任何的 email， 其实，然后我就觉得很紧张，到底有没有毕业典礼？Right？ 哦，所以最近还收到通知说我毕业典礼，对，而且你看好像还没有拍毕业照，对我也没拍毕业照。这次的毕业典礼说是以 YouTube 线上直播的方式吗？没错，没错。对，反正也不知道会不会发生什么事情，因为我也是第一次参加大学的毕业典礼，会不会唱名啊？就不知道。So we'll see。那我去年参加毕业典礼的时候，我就觉得他唱名上去，然后拿毕业证书，然后最后丢帽子的那种感觉，就很有临场感。对，但是我现在毕业证书还没拿到。你可以就丢这个帽子代替。耶！毕业了。反正我们现在就是来等待他的影片开始，正片开始，好不好？感觉希望不要很闷啊，感觉像等下看宣导片。Any day at SFU may feel like just another day, but any day here has enormous potential.Hello, fellow graduates of Spring 2020. 倒数一分钟，他会准时开始吗？线上的应该要准时吧，都录好了。对啊，还有15秒。Classic 毕业典礼都会有这个音乐 ，Scottish 的音乐。Good evening or good day, depending on where you are right now. The time has come for us to celebrate Simon Fraser University's graduating class of Spring 2020. I am Anne Giardini, Chancellor of Simon Fraser University. And I'm Andrew Petter, SFU President and Vice Chancellor. We're delighted to welcome you to today's virtual convocation celebration. You can use hashtag MySFUGrad2020.And now it's time for the program to begin. Congratulations to all the students who are graduating tomorrow. 这直播先暂停一下，看不下去。总之呢，现在就是一些没有出现、没有看过的一些学校的人物，他们出来讲话，什么 counselor， 什么很屌的人物，我也不知道是谁。然后呢，他们就出来致辞，然后呢，就是一个大家会跟你说说话，来。你要 upload 你的东西到 social media hashtag SFUGrad2020 That's it 所以我在想基本上这一支影片你应该简短让你们带过就是内容大概是什么我们看了不能有看没有什么让那种感动的时刻他有看了不能用线上课程播出来像是他怎么给你毕业证书那种仪式感啊 yeah,
yeah. 或是那个丢帽的那个感觉 ，OK， 他没有办法在这线上的过程中展示出来 ，OK， 反正现在 so far 是，我们可以不是很有趣，我们可以边吃东西边看吧，可以吃个晚餐之类的 ，Get my Red Bulls， 好，再看一下吧，我平常啊。这个东西我觉得播给你们看真的是对不起你们。还是耶。好，跳过跳过。我认为这样子笑会不会有点坏？现在要唱国歌了。啊，在唱国歌要起立啊！脱帽。我靠，我一堆人在唱。抱歉抱歉。好，国歌唱完，又直播又暂停了一下。副帽，副帽。你还在笑啊？我是应该买个花，可是你等下可以在我 IG 上用 emoji 发花给我。我们继续看这个直播 ，OK？ Let's get it。I now declare the Spring 2020 Convocation assembled for the granting of degrees. Sim Kaget, Sigitamana, Gibbet Wiltsuk. Hi everyone, my name is Melanie Mark. This is the moment for the Anishinaabe people of my part of the world. Hey, you have a kind of. With that, we're going to be in life. It's a great day. To collect the sun and to gather energy for this new time. Everyone is not very interesting. Congratulations, Class of 2020 Simon Fraser University. Looking ahead, the time you are in right now. 终于有时间插我的电脑荧幕了。哎，重点到底叫我睡一下。对，我现在聊天室有很多人在聊天了。真的假的？嗯。大家怎么讲？大家喜欢吗？你要不要留一下？不然。哈利埃，我要打个龙哥毕业快乐，刘景中毕业快乐。你可以八点钟给我，我来帮你说龙哥毕业快乐，快点。那你要录视频吗？不累啊，可怜啊，好尴尬。你留言了吗？哎，有人留言龙哥毕业快乐，有人留龙哥毕业快乐。啊，你自己刚好留是不是？你刚好打什么？刚打什么？你有打吗？啊，所以。这里啊，龙哥毕业快乐！哎，这个是谁啊？哎，我想跟他聊天。宽饼，快点，闭嘴，闭嘴，你不要讲话。嗯，龙哥毕业快乐！哎，好帅哦！啊，就一个粉丝，不好意思。我觉得这比较好笑。有人说弯弯毕业快乐。And the celebration isn't over. 哎。可以可以，他帽子，哎，你怎么没帽子？自己丢自己丢，飞机了，耶！来吹一下，他们认真哎，这应该就是之前你说的那三十秒短片嘛？对。啊，你没有录，我没有录。我们是不是其实可以在上面 promote 一下啊？对啊，你应该 promote 一下，你干嘛不 promote？ 没时间，我觉得很傻，我觉得很白痴。好，还是要尬一下啊，跳一下跳。这什么意思？这是一个要开心一点。好，我不没有不知道怎么跳啊。我觉得还是这比较适合我。好，大家，我毕业了，恭喜龙哥毕业，耶！丢帽。哎，你看，真的丢帽子哎，没几个人，好不好？Simon Fraser University, Canada's Engaged University. 熟，结束了吗？没了。等一下，啊，唱名嘞？有啦。感动呢？还有吗 ？Wait, what the fuck? 没了吧 ？OK， 是没了。好，没了。好啦，龙哥的毕业典礼就这样莫名其妙的结束了。所有的唱名的那仪式感，什么都没有。我操！这帽子不知道自嗨啥来几次。OK, well, yeah, 我说一下我的感想好了啦。其实，说实话，毕业的感觉。因为我之前有一个影片，就是 SFU 的一天，留学生的一天那一支，还蛮多人看的。然后我就说，哎，我毕业那天要跳水。哎，毕业啊，哇！我这个 in person 就是 physical 的毕业典礼还没有开始，好像是会后面几年可以再年底或者是明年，反正就会延期啊。然后龙哥是说他会再回来，然后跳水，不知道真的还是假的。真的啊，绝对跳的啊，说到做到啊。这个这个感觉，这个新，这不用跳水了，我觉得已经很有点难过是不是。
就我百感交集，因为我真的从来没有想过自己毕业是这样，因为一直心中花了这么多钱，然后就毕业这么多钱，这么多时间，然后毕业典礼是这样，真的是吗？我也不知道，其他根本没讲，这也是没有唱名，没有唱名真的很累。他有给你一个影片，他帮你唱名。That's it. 如果大家看到这支影片，然后记得到我 IG 找一下有没有这个我毕业的这个影片，有一个就是他专门每一个人会有一个唱名的一个 clips， 大概30秒， okay.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按个赞，留个鲜花给我，好不好？可以可以。其实我觉得他们已经尽量在让这个仪式感变得比较强烈，然后比如说你可以 share， 然后你好像是分享给家人，因为像我分享给我 Uncle David， 大家都可以一起在上面看。对，他是可以写说是谁是帮谁庆祝毕业典礼，好像。That's it. Class 2020就是虽然是有点失望啊，但是就是大家都尽力了，但没办法，疫情底下就是只能这样子妥协嘛。对，因为说句实在，现在如果说直接那边礼堂开放，也没人敢去。对，就是换个形式也算是蛮特别的体验。特别体验的，然后朋友睡在沙发上，你自己耶。我刚才插我从来没有插过的电脑。今天的这集的分享就到这边啦，希望大家喜欢我们这集的分享，然后不晓得大家对这个线上的毕业典礼有什么想法跟感想，都在下面留言跟我们讲哦。Yeah. 欢迎大家在下面跟龙哥庆祝一下他的毕业啊，庆祝他，跟他讲一声毕业快乐。OK， 耶、yeah. okay. ，那我们这集就到这边啦，那我们就很快下个影片见咯，拜拜，毕业快乐，耶、yeah.